的，很危险，很高的，小心不要摔下来会受伤啊！啊，那同志说谁叫新竹的风那么大，有够难骑的。不过没关系的啦，我们金刚有长长的尾巴可以保持平衡。最后一段收不住抵达终点，谢谢阿龙姐，请给个热烈的掌声。看到阿诺同学骑得摇摇晃晃的，我心中也替他捏了一把冷汗。班上啊，有另外一位同学偷偷跟我说，阿诺同学骑成这样子不够帅气，他要出来挑战一下我们的体育股长啦。究竟是哪位同学口气这么大？哦，原来是我们的值日生康康同学。仔细看哦，康康同学胸前有橘色的羽毛，它是由红色和黄色的金刚鹦鹉在人为饲养的环境下才会产生出的橘色卡达尼娜金刚鹦鹉。既然如此帅气，接下来他为我们带来酷炫又拉风的滑板车。来，康同学想一下，今天要去哪里玩呢？哦，有这种迅速出发，我们来到新竹北埔绿世界，来看看那草泥马还有白鹭湖，迅速逛了一圈。哎，康康同学，等下我们课程要继续，老师会点名哦。点到名的话，机况课就没有点心哦。我们康同学听到这情况，马上赶了回来。谢谢康康同学，请帮他拍拍手。我们康康同学两个轮子速度果然。